可以。2021年生产的电池，哎，这是 Mavic Pro 第一代的电池，原价要卖6-8千块吧，很贵很贵，应该是6000多块吧。如果是官方买的话，现在是只有半价的概念。接下来去换 Sandisk 记忆卡，是不是？加这个。好，谢谢。一盒130，一盒260。优质吐司，你买的是劣质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好吃啊！还没到。没有听到。